给大招，这里绿毛金马大开了，小火过来一个 W 直接把阿伦秒了，看一下后续嘎吱叫进化，但是这个位置在里面，全部在里面，可能要先拉走啊，小虎先拉出去了，对，小虎拉出去，等会儿 B 的踢过来，猴子直接打进来，不能准 W 挡住，直接拉走，一个孽 W 回口血，但是小虎位置还行，有表还不错，小虎喂布雷泽，布雷泽喂布雷泽，无双剪击，小龙打龙全到手，纯粹的英雄布雷泽，关键点还是等阿伦来封啊！哇，这边你是不想放了，想过来打，但是布雷泽这边连这个死五都没有啊！得抓着阿乐喊，布雷泽他站起来了，这边一个 W 怎么说也没有给阿乐没了，这边永双没有永双到，对面这边过来开始继续输出，但他输出好低，他一身的护甲。这面 light 没有这个加速了，这面过来看 A 楼怎么说，猴子上去开大一抬，抬的一般，布雷泽在下面很勇，他在这个位置开了个金身，快死了一个E，撸到个假的，小虎这面下去了，有金身开了一个金身，杜一米顶在前面好肉，布雷泽闪现过来一刀捅死了塔赞，那难道他要自救，这边杜一米也没了，水龙拿到 RNG 难道要翻，这边还有大龙，我操，他要完成救赎，布雷泽前期要装备一样啊，你看现在剑姬打贾克斯很痛，贾克斯打剑姬打不动的，剑姬顶着露露大招 W 是减速到一个落，这波阿乐先倒了，小虎怎么说，思雪往后先拉一拉，对比很肉，把 RNG 关在龙坑里了，这位置是嘎啦大招快结束了，都想走，但巨魔想走的话只能交闪，猴子直接开了，布雷泽一个 W 挡掉了洛，他在位置很危险，强撸，但是被假猴给躲了，布雷泽来了，剑姬还能绕，闪现直接戳死他在布雷泽，再戳死一个辅助，打出复活甲，龙有了，呼吸哥，我操，绝技呼吸，都能呼吸了，呼吸哥。拒绝卖票，大龙也有了，这不急，急的是你劣势又不是我劣势，正面怎么说，打弹起来如到底嘛，要雷子看到猴子不在，拍命亲嘴巴，亲死一个，猴子说我在靠，嘎啦说我在如，露露说我下不来，都有位移，除了大根，猴子过来辱，剑姬 W 开得不错，剑姬是有 Q 的， Q 上来他在没血了，一个E扯过来扯的假猴子的，猴子开大赶紧溜溜球，旁边 B 哈的给压力，正面小威怎么说，打B 哈的要拯救吗，拯救，窒息说话，老子还在呼吸，说优势肯定是有优势的，阿乐这里被呼吸哥逮到，直接一顿猛锤，这里阿乐一个 QQ 下来，这里绿毛救一下，这里瑞斯踢过来反包阿乐，阿乐这里被秒，不好说，小虎还在收割，嘎啦这里被瑞斯打一套，但是瑞斯这里很肉，嘎啦要怎么上去，再看一下这波龙团没问题，他在这里过来四打五， RNG 还在继续，这一波龙团 RNG 是要四打五了，小虎这里想回家踢过来，但是这一波闪现创呼吸哥用 W 挡了，绿毛没有被秒，他在被秒， RNG 这波团要赢了， RNG 这波团可能要赢，奈德这里还在搜，还在 A， 但是 A 不太动人，而且这一条龙感觉 RNG 这边是要拿下来，先收一个呼吸哥，这里呼吸哥有 W 吗，血之出发，这一波 RNG 拿下来了，我就说 RNG 要靠谁，要靠乐乐， RNG 要靠乐，想逮一下机会给一个加速，阿乐这边被留了一下，但是有跳眼又给了个击飞，呼吸直接冲下去了，要硬来吗，呼吸这边自己也挺危险的，有泽利开大招，阿乐倒了，
小虎这边一个永双空降，杜云碧这边是伤害有限，他自己比较肉，打了一套输出之后 RNG 几个人的血量不是很健康，但这个位置感觉要溜才行啊，他在感觉得走 RNG， 其他的三个人血量都是一般的，要开团了，要开起来，头都转起来，绿毛这边可以往后拉，他在这里面打算是弹血开了一个秒表，感觉这波对于 RNG 来说是个机会，先杀一个假猴，他的大招往后拉，呼吸哥想绕这一波，感觉呼吸哥要进来了，呼吸哥直接闪现戳走了他的，呼吸哥这边还有机会，再说戳走绿毛一个大招挡一下，对面要死了，对面倒地了，这一波 RNG 的团战，呼吸哥他这把先出剑姬打出了身价呀，零换四，但关键还是阿乐被逮了，对，阿乐啥都没干，没交闪呀，阿乐开团也开不到，现在还加速想抓贾克斯，但是能帮忙跳魔眼啊，能走吗？瑞兹也踢不到正面，这波团决胜负了，阿乐，阿乐死了，泽利拿到一个终结，有机会，但是大比老师这伤害打得好高啊，全部人缩在这个龙坑里面，不给泽利续被动吗？不给泽利续被动那就只能走了，猴子一个开开得很不错，然后一个中亚，这个打野这个扯到是个分身，有点小可惜，这个剑姬得先处理，但是这个瑞兹伤害打他，哎，斩先把猴子杀了，这个剑姬要操作了，我操，翻了翻了，站起来了，这是剑姬选的好，这是剑姬选的好，他终于站出来了，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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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剑姬打得好，这剑姬打得好，我操，打我脸了，打我脸了。Cyclone quickness something to get in and start these fights off, but they're not quite finding us.Maybe Breed starting onto Ala here. Wildgrowth jumps into the pit as well, but the quickness is there from Lumao denying the engage from Xiaohu. But they found one. They found the pick onto Ala. Xiaohu low in the pit. Dunbi big damage onto everyone. They're stuck in a tiny pit against a Ryze and a Sivir. That doesn't sound good to me. As Tarzan moves on over, Cyclone available. Drake spawning. In goes Tarzan. In goes Lumao. Breed the target, surviving on the front line. Tarzan turns golden for himself. Might just have to smite for health here, but holds on to the summoner. Breed.On the top side of the play, LNG will not stay die, but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Breeze saying it for him. He wants to stop printing tickets. He wants the ticket himself. And that was everything RNG could have hoped for, picking off the members, getting themselves on soul point, and they can make their way towards the Baron.And it's not Breeze who's caught, it's Ala again who's caught at crucial moments for LNG. RNG, they get to move over towards the Baron, and there's no one who can contest.